刘总，再说一次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你赶紧的。不准时，不专业，然后骗通告。哎呦，这什么意思？你来解释一下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，你该睡着。你们现场不就是在骗通告吗？你在骗什么通告？你们是骗通告。你们发我们来跟我讲说今天要录我跟我老婆的相处，还问了一大堆我们两个最近有没有吵架。没有啦，今天聊一下你的 EQ 啦，聊一下聊。没有啦，我 EQ 其实算好，可是我有一些点不能碰。比如说我有一次非常非常生气的，就是说我很讨厌人家就是蕊了之后但没有照蕊的东西进行，不照蕊。比如说很有，我们去之前有曾经去过一个就是表演，然后呢他会比如说发你下午三点钟，我们晚上八点要上场嘛，这个活动三点钟来，你就要蕊麦克风，蕊走位，蕊灯光，然后就蕊得很辛苦啊。然后麦克风一直调，不断的一直唱，不断的调。然后到了晚上八点要上台的时候，拿给你的麦克风是另外一支。哇，整个蕊完之后，对啊，那就觉得下午所有的一切就白蕊了。第二点就是活动发错时间，这个一路念到开场，哎呦，一直碎碎念。有次接活动发到现场的时间和实际开场的时间有严重的误差，这应该又是在抢大热门吧？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以上，对不起，没有人补课，让他不停的碎碎念，念到开工啊！等待也是演艺事业的一部分，一部分嘛，对对对，我们演艺人员的感情都在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，聊聊天。聊聊天嘛，你必须要懂得等待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后面已经排事情了，人家说比如录影五点结束，我们就后面排了，要陪小孩要干嘛，可是事情都排好，可突然间来个一直往后延，那你就不知道该后面怎么办，然后就要赶快把后面事情一直看一直看。来来来来来，观众朋友有图有真相，好不好？实测 VCR 王仁甫来。出道2019年的王仁甫遇上似龙似虎的霸气导演，他会有所畏惧吗？仁甫哥你好。这是那天我们拍那个短剧啊。大哥你好，我是这一次的导演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这是谁的？ Yeah, of course, 你又被骗了。你们这又是骗通告吗？还没拍之前先跟你对个稿。哦，好好好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就是来稍微看一下，我们这边也有啊。十二星座的女生被男生拒绝之后的反应。那当然，男生是仁甫哥你来主演。OK， 那我会叫个那个女友，好，然后跟你搭。稍等一下，我那天还想到奇怪，那个导演怎么手那么粗，然后讲话那个感觉起来就很奇怪。我确实拢白搭嘛，无安尼啦，你就办好着。有点热。难怪我觉得很奇怪，他干嘛跟我讲一讲以后？我要水平时间要求出来啊，不好意思，不会，我们继续，好好好，继续。导演因剧本写错字而大发雷霆，王仁甫会有何反应呢？所以我的部分的话，我就是都讲这句，对，讲完没断，你那个断了。就我做一些反应，叫那个写稿的过来。你觉得啊？红色的字哪里有错？自己看一下，没有错。王仁甫讲完没断，这个断是这个断啊？啊？是吗？不许再给断了，没错。所以这样也骂白痴白痴，这个好笑。爱演戏的导演频频示范王仁甫会出面制止吗？来正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，我忍不下去了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为什么？难道我们的爱情不够海枯石烂情比金坚吗？啊，你那个表情跟情绪可不可以再投入一点？好，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。好好好，你在那边，导演演示给你看，你一样讲那个给我。好，跟我对一下。可是我跟你对，好对不下去了。是吗？你真的太过分了，我忍不下去了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为什么我们的爱情还不够海枯石烂情比金坚呢？情比金坚，笑什么？我的翻译不正确吗？
情比金坚，不是海枯石烂，海枯石烂，情比金坚，这好笑。而且这导演他当天跟我讲说，我不要你们搞笑，你们要很真实，投入情绪的去演。就是这样，所以说你等一下这个态度要强硬一点，好吧？五、四、三、二 ，Action！ 我再忍不下去了，你太过分了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你说什么？我要跟你分手！不要说他！我要跟你分手！你再说他！我要跟你分手！他可以再凶一点吗？再凶一点吗？你在旁边我吃饭吗？又来了！师傅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做动作。肌肉很大，我知道做一下动作，没有，我吃饭也还好，不会真的用力的，好不好？我决定了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你说什么？刘总，再说一次，我要跟你分手。我再说一次，我要跟你分手。我决定让你看你的，看你的，看你的。太好笑了，怎么都傻住了？终极手段，当天冰助理送上错的咖啡时，王仁甫会出面缓颊吗？大人，搞什么鬼？为什么是热的？啊？我有说热的吗？红什么？我说巨冰嘞，巨冰条的，上次叫你给我冰的，拿热的。其实我这时候有点不大开心了，因为那个拍摄情绪变很差，对啊，因为他一直骂，那个情绪就变很差。对啊，嗯。那你不好意思，我跟请问你一下，后面还有这几个要拍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希望我们的情绪是比较。那个，哎呦，你还帮他解围就对了。对，我就想要讲话，然后叫他赶快走。好 ，OK， 那我就尽快哈，谢谢，谢谢。都是你啊！没看到德福哥在赶时间了。那个，我们上个厕所，然后你们先讨论好，所以你们先看怎么样。我的店里面不需要你这种偷呆的人啊，挑了。好凶。我算 EQ 算好的，对不对？我算好的了吧？清楚的判定，做出判决，好，无罪释放。哎，谢谢。对嘛，我 EQ 要 EQ 要。